的，陪我回家。啊？哎，不是说要通宵吗？怎么走了？对，我也没喝够呢。哎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这是要劫财啊，还是劫色啊？你倒是给我说一声啊！你要是劫财呢，我最近身上也没什么钱；你要是劫色，还不如去我家。我的车。哦。哎，你别动着。今天晚上叫我来，是为了拿我气他的是吧？知道点的。有什么好？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就想一个人待着。那我走了，早回家。